你弄啥呢？天天莫学，别理他。你让你看看看打你不敢，你打他也死要看看。莫学，啊！我一黑都跟你说，恁姐姐今儿个带开的，叫恁去的。你到这着还不回家，衣裳不换，啥不弄？这月地边能公公好着能好，他会长多的一点东西。哎，那俺去的弄啥？俺姐带开了，俺啥事啊？那不去再去？恁去再给他上钱呢，上个礼呀、啊！不能给他上钱呐，那俺带开的时候他也没来呀，俺又没理，俺咋么来呀？那姐怎么来啊？来了也没上，你吃吃可走了。耶，那是恁姐的，我们就得上，上啥上啊？这是自家的。那俺姐说了，也不用俺上的，俺不用管，俺那有他婆子的，你光说的那他婆子看见姨，看你娘家他兄弟都没上的。一来一往的事，你凭啥叫俺上的？你别光说的，你别光说恁姐了，别好了，这打不多少东西，我不去，回家去吧。我好不好？我也不去。妈，爷爷都跟你说了，不去不去，你听不见？哎。你别给他说那些，你干活，赶紧干活啊！不去不去，咋不去？哎，俺当时结婚，俺带开，他来没来？哎，再说来了给钱没？妈妈，他说咱姐给了，他不叫给。嗯，他拦住，他不叫咱姐给。那俺也不给呀，俺没说到，俺不给。人家他婆子不说，我管他想咋说咋说。人家他婆子，那你为啥不说嘞？你说啥嘞？人家他婆子又该说，看恁娘家人，你想丢人。光着来吃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拿东西。丢啥人？我都不去吃，我不去吃。我不去，我不去吃。哎，不妥了，我不去吃，不妥了。人家光笑话呀。妈，你出去问问，他没去上礼，我凭啥？我凭啥去给他上啊？你去问问谁，谁都说不用去。嗯，你还老会说。妈，你知道笑话了？哎，那人家问啊，孟轩，那结婚，那姐跟恁随了多少呀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能说我不我没罪，我要说没罪，那人家笑话你不笑话？哎，笑话俺姐不笑话？哎，你别说了，你去吧，去吧，我不去。哎，去也中，我不会随礼，一分钱我都不会拿。我跟你说，一分钱我都不会拿。你老犟是不是？我犟，你老犟是不是？这不去，你看赵月，你是我犟烦。恁弄啥嘞？恁弄啥嘞？哎，我牵手，牵手，我一说就不会去。孟轩，咱就不去。去啥去？哎，都你给他管的，为啥不去？哎，就不去。娘，走，不带他走。你看你什么样的？你弄啥嘞？牵去。我这事弄了他。我牵着你就事儿多。你弄啥？你挑着打他。我咋着呢？我弄啥？叫你坐着给我弄。你啥意思？你啥意思？你问问谁会去说句伤的？哎，一毛钱不给俺，凭啥伤？我不伤。愿伤不伤？愿去不去？快点走，赶紧。牵着事儿还不少，你想弄啥？你想咋说？我想弄啥？我想。我就不去，我就不去。愿意去不去？赶紧走去！你以后再给我打孟轩，你我死！我就打他！你多厉害！我叫还打他！你多厉害！他再给我叫一句，他死啥？你弄啥呢？天天孟轩，别理他！你让你看看看打你不敢，你打他也死要看看。反正没事，到时我跟你说就是不会去，赶紧回家去吧。那弄啥的？上天去走！他们一点这事，你这弄啥呢？天天我都不知道。我孟轩，我也不是说你的，你不知道今儿个弄啥嘞？弄啥嘞？你给我装啥装啊？哎，我一开都跟你说，今儿个恁姐姐会的，叫恁去赶会的，恁还要又来的。海涛不叫去，你去给海涛说吧。海涛，给我过来。你弄啥嘞？啊，我跟一开都跟孟轩说，恁姐姐会的，叫去看恁去的，那你不叫去？哎，我不叫来呀，我故意躲着你，就是来，你来这找事，你在那会找嘞，你还？那你为啥不叫他去？哎，恁姐一年就这约会，恁姐就跟俺说了，你不去，他说不说呀？他跑？他跑说不说，跟俺有啥关系？哎，还敢去？过会时候恁姐来了吗？人家都敢说啊，恁娘家有会，恁你都去啊？恁咱有会，恁兄弟都不来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中啊！那俺去，俺不点礼物，你点着不就妥了吗？你不点礼物，人家说不说？人家都说，一看来这些人连个礼物都不点。是妈，你说的真对。俺不点，那不是你点的了？那俺姐来的时候点的吗？哎，你点的有？恁姐姐来点了给恁毛呢？是。点了两箱，临走你在家带走一箱，下回来交代别点东西，这都是你干的事儿。啊，对，有那一箱你自己还吃了喝了，俺哪见呢？哎，俺见了吗？那要不怕人家笑话，恁都可以不去。你看看你，恁都不知道那脸色。俺就不去，我就这样了，咋了？我这样，他说他的又没说我。你除了干活你就这干活，你会不会指点礼？哎，我不指礼，谁给你样了？
你想去你自己还去开了，还非得叫俺也拿你一屋，那可能不可能啊？那牛来的时候你咋不说多少两箱给那兄弟家，你也拿两箱，临走还点走一箱。那家人去也中哎，你买呗，你买六屋，你多买六屋，你都说是俺买的不妥了。我有钱我买，我家恁去弄啥？哎，那别说了，那俺都不去。那俺去弄啥嘞？那是光这样占便宜占到家了。哎呦，我见你说，那你光给那牛家占便宜呢，你都不行，俺占一点便宜。俺来地就是为了躲着你，我再跟你说，俺就是不去，不去都别想恁多。目前就别理他。那你不去是不是？我就不去咋了？我就不去咋着呀？你说吧，想弄啥的吧？我就走别离了。以后我也不叫恁姐来看恁，不，以后也不叫恁姐给恁拿。他看不看那是他的事儿啊。姐拿过东西啊？哎呦，你看你说的，他给我拿都不是相当于给恁拿了。哎，算算算，别说了啊，东西我是一口没吃上。别说了，拿着你孩子串串亲戚，俺就是吃一口了没？别给我说恁多，不会去。那谁都没吃。上家去，你给我拿钱，我连着去。给你撑这里，你愿意去不去？啊，那他跑想咋说的咋说的，俺就是不去。别说了啊，叫人家随便说，人家别说啊，他兄弟多不仗义。你确定这是非在这儿是吧？走，孟轩走。哎呦，我去他家，我就非得跟当着他跑的面说说。哎呀，还能丢人不丢人？干着，你别去丢人。你怕他一婆再说，你都不怕咱村里边的人说？他怕啥呀？哎呦，他会怕？他找啥子怕？丢人现眼的东西，哎中啊！哎呀，算了，别说了，搁这干吧干吧，好去干活去干吧。我看着干个啥？你见我真便宜老李吗，孟轩？你要去他牛家家大兜小兜的店，他牛来回娘家了，不叫点东西，浪费白活。走的时候还得大兜小兜的呢。中了，中了，别理他，走，你理他弄啥？俺就不去，会咋着呀？哎呦，不去走。你快点都不要去，你不去，这不由你说。你往这儿下镇大学，你往这儿呢？我去给俺妈买鸡腿儿呢。买啥买？走，赶快给我下镇大学，往这儿买来，这不是？不中，回去他不愿意了。啊，你听我，走，赶紧走，走，不走，听我，走，赶紧走。咦，王梦雪，那你咋可回来了？你咋这么快鸡腿儿呢？我没买。你不买，你回来弄啥？我碰见俺爸了，俺爸不叫我买，昨天了。恁爸不叫你买，你都不买，你都认清他的话。我说不会了，俺爸不在家。你有点说孟雪的。我咋？人家孟雪做的对，我咋我孟下了雪？孟雪买鸡腿做的对。啊，那你都不会去买个鸡腿？他非叫孟雪下了雪。那下着雪的那样滑到我了，你也是。他不如你要滑到咋办呢？在孟轩搬住了，在老邢搬住了。哎呦，这就不相信了。哎呦，年轻轻的要会滑倒，那都本地都没法说了。你想，你看这就是。我沾上了擦，等会我都擦着滑倒。你看这，你没去，你老东西你。我发现今天这大学真是设计的硬啊！你像个硬料儿不像个，谁找你整天一样弄啥呲呲的不得了？你叫学好都妥了。我学好，我学好是我的事儿，你学好是你的事儿。别说了，当面老了他养活着你都妥了，我也不用他养活。孟轩，你给我当狗。就不要他打针吧，记得吧？啊，他整天自私的不得了，以后都不要管他。以后要以后吃饭，他装个屁个端，要饿死别，记得吧？他整天也不干人事儿，成天干着这缺德事儿。孟雪快伺候你了，我跟你说，像你整天一样干着这心事儿，整天。光有你这种老李，我跟你说呀，他就老难相中我。光你成天跟中间挑唆的，就老难咋地。孟雪心里清楚，谁对他好，谁对他不好，孟雪最清楚了。还有你说跟这，你下着那一点雪会咋着？会怼住他，会刮到他。哎呀，那会咋着呀？那你就让不去你啊？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你都不去，家中去了，冷不冷？哎，你多冷，孟雪都不着冷。啊，反正我是不去。你不去，你爹我去，这走我屁道了。我不能去，我不去。你爹我去，走。你快点走，别我去。我不，你不去，爹不由你说，走。我不去，你不去，走。你给我弄啥？弄啥的？这大雪，下这大雪，你让孟雪给你吃点饭，你给你买点买点，你弄啥？回家吧，别叫他给这儿了。你要下的雪了，这弄的。你回去吧，你不用管，你回去。你要这大雪，你快老这，你也太不像话了吧你？孟雪看着你都不容易，你成天你我是天越烂，你要个早事，又吃这喝那的。我吃咋了？我吃咋了？他年轻，你都不会去。我这下着雪，我去真沉的雪，真的。你都不会，这孟雪都会去，你成天啥事？我也不知道你咋能好管闲事，我又没叫你去过买，你管这弄啥？这家伙我说了算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天你弄啥？我跟你说，你这天，走，你我不去，你不去，走，去，我不去，走，你不去，你不去，走，我不去，二中了，我去，哎，他我跟你说，这日子就是不能过。
不啊，我跟着你，我不怕吃苦，你到这儿家，那还不吃苦是不是？不管不管，费心了，恁家。雪，哎，收针线了哥。啊，你下班了？你吃饭不？忙啊。我去你买点饭。中。一直冷的天。好。哎，黄老师，我就是说你，我跟人家说，我都不知道你在这白白生，搁这冻成这样。你看，我要真冷的天，叫人家外人看见，也不知道我咋虐待你了，成这一家。我买。叫这些人收拾回家吧。我收你弄下的呀，我买买带啊，你咋子了？叫这些人跟恁姐姐一道给他放，恁姐姐放了我都放。我凭啥给他呀？凭啥叫他放啊？我不得不来钱的。你弄啥嘞？哎，我跟远处都看见你，过来。弄啥？你想弄啥嘞？弄啥嘞？孟雪，咋回事嘞？他说老丢人呐，养活难到地下了，都打我了人呐。他回家，他不回家。我说掉两兜白菜，跟你姐姐一兜，咱吃一兜。那一点怕就他放了，他不愿意。钱拿回来，我不要给你，不给你。钱拿回来。你弄啥嘞？钱。哎呦，你看人看着都丢人不得。弄过来呀，钱出去，不会给你。别弄了，真多人看着嘞。我先丢人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完了完了。啊，我站那一上，别吭气了。跟你干啥？别来叫他，你说不给你都不给你了。就是不会给你，就是不会给你。不给我。钱去去。妈，这有啥丢人？你搁这笑，不嫌丢人？我就不嫌丢人，我就不嫌丢人。钱去，钱去。你丢人不丢人呢？你，你弄啥的？你就是欠挨我。你说，谁叫你出来买那两筐白菜？你给我丢人现眼的。我就买。挑糊了，他弄啥呢？这一挑看着笑，你看见哎。你咋嫌丢人？那丢人，你有本事点呗，你多挣点钱呗，你叫我买的，你别说了，赶紧收，收啥呀？不收，不收，不收，你给这买了都结束了，回家这给恁姐姐一兜，给我丢一兜，你都不会厉害的，你想这，这是多人，你咋叫我厉害？你都光说我呀，孟雪，你不厉害是不是？你都叫人，谁来呀？我心情不好，弄个贼来，你弄啥？你弄啥来？别叫人，你笑会儿，孟雪。不要脸，开枪！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就是块烂白菜，你搁这生啥气？烂白菜，你看到眼里弄啥嘞？我的钱！坐车上。我手肚子一上，我凭啥？我这给外线了，给家了，我再。给外线走，给外线走。回家我再收拾。起来！回家我再收拾他。你还是这？哎，你还是跟他一声。你给外线走，你看那恁多人看着了，你全弄。那人怕他坐呀？哎，他都怕你，我都怕你。等一会儿回家我再说他。哎呦，他会哪都不会，他会动那钱他会花一分不会。别给我上车，别笑话了，赶紧找到家去。别跟他给我丢人现眼儿。啥一套？我跟你说，这日子今儿不能过啊！我跟着你，我不怕吃苦，你到这儿家，我咋不吃苦？是不是？不过都过，费心了，恁家。你赶紧走吧啊！这也看着。回家赶紧离婚啊！你叫人看着丢人不丢人的？要人都吃着咱牙笑的都搁那。啥意思？笑笑笑，牙笑掉他的，俺我上前撒。去搁这不争气的媳妇儿，那咋不叫人笑？你走吧，哎呀，这一会儿可卖完了。哎呀，孟雪，孟雪，肉我吃。你弄啥嘞？光是站着，出去去！天热，我发现你是。咦，孟雪，上午了，你弄啥了？已经。我不是给你买的衣裳啊，到了，我去弄回来。我跟你说，你别弄了，你去买点肉，去炒点肉，小心搁家里叫小心改善改善生活。那中啊，那你看那牛，叫我去买呗。看啥看呢？真大牛了，搁地扯住都走了，还用看呢？已经。那你有啥事啊？我有啥事还得跟你说说。那中啊，那我去买。天天牛不看，活不干，菜也不买，还得叫我看着，叫我去买菜。估计这是又去打牌的。哎呦，我叫弄点啥都行呢，一下。哎呦，我先去玩一会儿，玩一会儿祖宗饭都给我叫好了吃。小心，赶紧前面你看你来了，赶紧前我叫恁姐你做了点好吃的去上了。好吃的？那肯定啊，我给他说去。有没这回中？我给他说去，他给你多弄点菜，快一点。中。赶紧吃会儿，给个馍。要不做个饭，真满意香。还有毛嘞里头？没了。我叫你多煮饺，多煮饺就煮了，这饺还煮到真这儿一香。那这些不都够吃了？煮那些吃不完，不都浪费了？吃饭。吃饭吗？吃饭。咦，这个煮了？啊，在这吃饭呢。做的还真丰盛嘞。这个一点味都没，你怎么长眼这个？妈妈就那点盐。还有这是草吧，草都能吃了，还一点肉都没煮，也没放醋呀。
往那儿。哎呦，傻！乔万娜，跟聪去。我过来，不家那坐着吃。那弄啥嘞？哎，这是。我运用他咋了？哎。啥叫恁运用他咋了？那木棍长点眼，木就我说装木错长点错咋了？他不中吃，我叫他把哪根葱油咋了？那你自己都不会去跑是不是？哎，那我就非得叫他把哪？那我就不叫他哪。孟轩坐着吃，不叫哪。吃了你自己都不会做，哎，想弄啥来天天？成天样吃顿饭就是这一样。是啥呀？是啥呀？你搁他面前弄啥嘞？不吃，不中吃，恁出去中不中？那小心嘴，我是看没停过。你吃啥嘞？你可不服？哎，这肉我吃。你弄啥嘞？给我说咋的？出去去！天天我发现你是吃个饭事儿不少嘞。出去去！我也没说不给他吃，给吃吧。吃。嗯？啊，吃吧。你没那多事儿了？啊，吃吧。这俩东西。吃啥呀？吃。去去去去去去！别吃了，别吃了，吃个啥？出去去去去！出出去出出去。出去你这给他做真多饭呢，我都不知道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哎呀，吃个那点饭，你看，你做真多饭，赶紧吃，不用管他。你看天天吃个饭，那事儿他都不少了。这哪叫做真多的？他家做做做，以后不用理他，治不了他了还。他好，别吭气。你这男人鬼鬼祟祟的，有啥？我跟你说过，马上都给你送过去了，给你试试看啊。孟轩，哎，他又拿着咱的玩具给他娘家送，天真我都不知道他想干啥。嘘，嗯，咱先不出去，咱就当不知道。一会儿我看他咋拿的，他咋送的。这说去的俺外甥都哭了，你这哎妈，我可找着你了，你拿的啥药？是没那一事儿，你弄啥？你说呗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嘛，你就是不该。我咋的哟？那刚才一群人又拦着我押500块钱，说你打牌输了。那谁拦住你押的黑？我都没挣到钱，我银子还完了，我哪还挣到钱呢？马大姐，你说都还完了，到底还完没还完？还完了，你给他钱呢？我给他了。那这呢？他们跑了呀！哎呀，走，赶紧去问他要呗黑。咋了？我没挣他呀，孩那叫看你拿的啥。哎呀呀呀，别看着，赶紧走吧，去你姐姐。那你赶紧坐车。哎呀，净是那人也是，我都没挣他。哎呀，孩那人跟哪的孩哪有人呢？我劝姐姐嘞。哎呦，停住停住停住！咋了？你劝姐姐弄啥嘞？你我说的，我打麻将人家要钱的，你给我劝到这儿呢？我去跟姐姐送玩意儿的，哪有玩意儿啊？这不是玩意儿，你当我们看见拿着俺妞的玩意儿都送去？我想人不玩，叫他玩两天吧，让他哭的一样。别送了，孩回家吧，呀！你看你去弄啥的一样？妈，你看你说呢？我叫俺姐伺候我两天，我也送点玩意儿，那不能叫亏着呀？我看他咋玩的。我中了，孩你我兄弟谁也行去捉恁姐姐？那有啥不行啊？那也不行，掂着俺家玩意儿，我不去。下来，你回家吧，回家吧，别搁那丢人现眼了，孩。你啥家呀？我呀，我去妥了，你回家吧。那你去呗，我跟着你去呗，你去。啊，凭啥你能去，我不能去？你还会不是？你真大个了，你咋还会这一身？我多大个了，我是为啥不能去？你都能拿着俺妞的玩具给那妞，是不是？我不能去，那妞也住了。你怎么跟我说，我怎么不拿了？你也别跟着我了。你我就不说呀，我就不说，我就非得去了，我这我去了。哎呀，别去了，别去了，你搁家吧，你搁家吧。你别问我，你问我弄啥嘞？你瞧弄啥嘞？我去去家呗，不叫你。哎呀，妈，你这车子溜了！哎呦，你看，这你看，我一捞都捞不起来。你看看，你看，你妈，这是你自己轱辘，我还没动你啊！哎、你干这吧，我不中了，我去，我先劝姐姐啊，我给她等我说去。不，你不。等等我，孩，你搁这等着吧。哎呦，等等我，孩，你叫我去呗，孩，你看看你养过本的。中了，走吧，咱俩去，给这东西给俺姐姐。咱俩就关着一住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吃他喝他几天，看他跑有啥意见没？中不中？你看看人家，那体育别跟着都不得劲了，你他跑小不待见他。你看看你还一样管东西，你看看一样弄的是啥？错了没问你这回，提着俺东西都往这乱。你看看叫人家，你看叫人家外人跑。这是你自己搬到的吧？是不是你自己搬到的？你给我说，谁看见是我问了，我还没问一下啊，我这没问一下，是不是你自己搬的？别说了，走吧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家。啊，回家嘞。那不去了？哎呀，不给他送了！你看，你要去叫他跑，看见了一样。哎呦，岳伯不待见你，他兄弟又捉着呀！走吧。
你看这又不去了，那你上车吧，走吧。哎呦，我都不知道你这是个这劲的事，你看杨海海海，那走了走了，哎呀，走吧，海，哎呦，走。哎呀，那没事，那事儿天天的毛病不少，哪个东西都乱送。下回这再这样害你看吧。赶紧走，赶紧上车，一会儿他们回来了，你给牛哥车上都脱了，你不用管那些了。好，老乡，快上车，快点走。趁着他们在家，赶紧给他搬搬。小孩老子妈，赶紧坐车上走。这上去，弄弄啥的？这咋弄啊，哥们？这脑子吃不消，都咋弄啊？回家走。你管弄啥的？那把我东西弄啥的？晚点我搬的。啊，啥是你东西？我不可不喝的，我不给家人不可不喝的，我东西都给我搬搬。那这是俺家，凭啥你住俺家呀？啥是恁家呀？哎，不是，这是俺花钱装修的，俺装修好了，你凭啥你搬进来嘞？老富贵，你老气着。那是不是俺花钱装修的？搬着走，不气人，不气人，你多厉害，不气人。我叫搬着走，我叫搬我东西。搬着走，搬着走，我叫我搬东西。我叫你弄啥嘞？你弄啥？你啥？我叫搬我东西。你啥意思？不叫。孟轩，搬着走，他啥？我就弄过你，给我搞我去！我不搞。而且我弄啥的？不叫我找我东西，不叫我找我东西，你帮我搞弄啥的？你帮我搞弄啥的？哎，哎，不搬。真细腻。你给我卸下来，都给我卸下来，卸下来，中，卸下来。完了，让搬给他干，搬回去。你弄啥？不叫搬呢，我不叫搬呢，你都给我搬走。哎，这弄啥的我都不知道。我你弄啥了？你弄啥了？让我搬，我就搬。你啥意思？你先弄啥了？这好，你都给我搬了。搬。没事，搬着走。快给我搬！我搁这说。你咋我能羊上水坑了？找事儿的，天天。这都没法过，没法过，你不过出去一会儿，恁养过多少东西都我搬搬，我都不知道咋养活个崽，养活俩白人呢，气死我了！我跟你说啊，恁想清楚，王梦晴，我跟你说，我搬，都给我搬，都给我搬，搞搬，搬，气死我了！这个杨天这弄啥？哎，再不回去啊？啊？哎，这桌子你这锅脏了。扔着吧，咋回事儿呢？啊，那孩搬家的，我大手给他搬的，他不叫我给搬，他可都给我扔了上。他扔了扔了，我这，我下边咋有点这样一样这运动的不像话？那上次吧，他都养老了家。我给楼上的天那个卸货啥的卸货，有点卸货。你说卸货啥卸货？你这锅样摔的还卸货啥卸货？肯定是俺哥弄，那就恁哥摔的。不然弄啥，成天都约媳妇好。恁哥真没眼光，咋回事？你老听他笑的话。走，走到去，走嘛。走，走到去。我烦死，真的钱收拾我烦死了。这不行，真的今天这事，反正小点那，啥都变成这样。妈，你见我给牛买的零食了吗？哎呦，我回家，他是不是那天还吃完呢？我昨天才买的。吃我呢？那我不捡，你别啥东西丢了都给我说。啊！你这是弄啥似的？我一会儿给牛买的零食没了，你捡了吗？咦，我会吃那东西吗？轩，你说呢？那你看，我跟咱妈说，咱妈没捡过，你没捡，昨天他会长腿飞了我。咦，你乖乖，我发现你这心情。你问咱妈，咱妈会跟你说他捡了吗？他就是捡了，他都会说他没捡。叫你，我叫我去问他。问了他会跟你说不会？你不用管了，我给你省个点儿啊，妈。啊！哎呦，这零食牛昨天吃完了，不中能拿，我一会儿再去买去。我说吃完了吗？孟轩还不信。孟轩，你都不知道牛吃了，昨天你没看见？我再去给牛买点零食啊。啊，去吧。嗯，走。这东西我吃了，我也不会说是我吃了。就是我说我吃，他又该说脑残的。关键他出去我都吃。一说他没拿，一说他没拿，你想想，可能不可能他没拿？那家谁都没去，就他自己给家了，他不知道他吃了谁吃的呀？哎呀，你看吧，一会儿我买了这些东西，看我咋逮他，我非得逮住他不中。咦，妈，你跟着你都不说看着牛，叫他搁这跑。哎呦，他跑
老板一想啊，哎呀，我也没说给你们买点礼物，是给你看，你在家都看着看不住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本来想法嘛就是不好看，你看他吃的快吧，都不说了，你还不看好他？哎呀，同学，赶紧走步了，咱去买点东西。这东西还没买起来，没买起来，走。那叫你去不去？我你去不去？同学，一会儿你先去买俺凳子啊！我藏到里头，我一会儿非得逮住那偷零食的小偷。不见，我感觉吃胖不少啊。哎呦，那肯定了，吃点吃吃歇歇，没啥事我走了啊。别走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弄啥的你？啥意思？啥呀？东西拿出来。啥东西啊？非得咱弄丢人了。哎呀，前去吧，没人去。孟轩，拉住他。这东西为啥丢了不着？啊？他都吃到肚里了，看见没？连包装都吃了。这都是你没吃。非得带个现行。哎呦，恁这写的我一看都一模一样，叫我拿走两包吃吃咋了？那不是妈，你说的这闲话能啥？你吃都是吃了，没吃就是没吃。做了我一媳妇，你吃个零食我还不会叫你吃。那你叫我拿走呗、啊？那你做了我问你，你说你没拿，你非得当个小偷啊？我就是当小偷，当小偷不丢人不丢人啊？不丢人。你这样不嫌丑？我就不嫌丑。给小妹要抢东西吃，买回来要自己装走两包，真给俺当新球了是吧？我给俺买块老会吃的，孟轩走，不如你走回家。下回啊，你记住，东西那放到被窝里，一会少买个，买两包正好够吃，不也得吃？不叫吃，随便你看，吃点东西，你看看样难吃，我买那好。可能南方的阳光照着北方的风，可能时光被吹走，从此无影无踪。可能故事只剩下一个难忘的人，去给姐姐看看，走。在昨夜梦里，人笑得纯真。哎呦，我也不知道恁样出去一圈样看个病，正常时间一下。赶紧去做饭吧，我都饿了。喝奶奶，喝奶奶，我奶给你打点奶，给奶要点奶，奶一点。我没奶，能喝奶，能喝奶，恁都不爱去买，我那边奶。你那是没奶。忙奶就是忙奶呀、啊，你赶紧去做饭吧。说瞎话啊！你可能是多的一想，哎呦，在恁家一样，不说做饭你想。弄啥嘞还能搁这儿弄啥嘞还能啊，我去给妞看病，回来妞说喝奶嘞，她说她没了啊，她自己喝了都有奶，俺妞喝一天奶都没。我这奶我是放不下，牛奶喝的，我家能喝的。你放的奶弄啥了？我问你。不叫牛奶喝的。这楼梯上天天搁这笑笑啥笑？孟轩，菜饭喝走吧。不叫钱就是不叫钱，不叫钱。我今儿非得吃，你也不叫喝奶了，臭毛病，天天不吃。孟轩，拿喝。
一片都不会叫他拿走。拿吧拿吧，你拿着我看看。喝，不叫你用喝，喝去吧，喝呗。我都不知道你在这这里哪呀？我最介意的藏东西了啊！我藏啥东西了？我就是家人有喝，我就是不叫人喝。喝牛皮喝咋了？你直接拿走呗，咱那牛喝呗，去拿呗去。天天今天还没跟海涛说牛因为啥发烧了？要是说了，我跟你说，谁都别好过了劲儿。咋了？牛这是？他坐沙发上吃的东西，吃的、觉得、喝的，那叫牛要躺地下。那我叫他，那我叫他躺地下的，我叫他他都不起来，我叫他躺地下。那你们这家是干啥的？你看他的，你是干啥的？我看他是不起来，我说的你起来吧，他都不跳着都不起来。那你会不会给他扶起来？他不起来，我啥法带？去了那，我看他藏的东西都我拿着，只要看都藏的啥，不要去翻。我起来，走一趟。你天这没事藏啥东西了？那啥毛病那是？啥叫啥毛病？中，我今儿个我跟你说，啥东西你藏，中，我叫你藏啊！我最介意这会儿了，藏吧。你以后啥都吃不成。吃。给，还有一箱橘子嘞，给。哟、哦，自己藏起来浪费吃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我梦想啊，我藏到床底下你都求我扒出来，你真的看见了？你别说啊！你没少扒我东西。我跟你说，一般的情况下，孟学是不跟你计较的。你今儿你干的是啥事儿？我背着牛去看病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背着钱入的。老好，去那牛，走，去那牛去。去那牛，好好想想。我不去，你就不嫌丢人。我不去，我嫌丢人。丢人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天儿，弄啥这是？孟学，这东西啊，全部喝完。以后他藏啥东西，我都给他搬出来了，喝完。吃，以后我叫他吃，叫他吃。你看他吃到嘴里不会。走，那不去。别找了，我给牛开点水喝药。中，天天弄啥这是？